那德鲁分局在本27日下午16:04哈，接获民众报案，在陈清湖的环湖路旁边哈，湖畔哈有看到这个两具浮尸，哦，那立即哈通报哈，请消防队哈协助打捞，哦，那我们跟打捞的这个消防队员哈确认过了哈，那这个男女哈浮尸哈，这个是身份分为男性、女性哈，那年龄哈大约在50岁，哦，那。那个男性的那个死者的胸前有背包包，然后里面有放一颗大石头，那女性死者的背后也有背一个包包，那里面也是有大石头，那这两个包包分别以这个长约这个6-70公分的这个弹力绳勾住，那依据他们现场的衣着以及全身上下初步判断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外伤，衣着完整，那四肢都没有明显的外伤，那再根据这个包包勾住的这个状况，那初步不排除双方那个殉情这个死亦瞬间，那至于确切的这个死亡的原因，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那目前更正依据这个监视器的调阅以及这个那个查访来查访临近分局是否有无这个失踪人口，我们要尽速的确认这个死者的身份来厘清他们的死因，以上。